郭峰双人合作舞台大幕将起，我们三位将你们两两分组，表演结束后进行班级调整，将有两位仍在青铜班的选手会离开我们的舞台。郭峰召集人精益求精，舞台表演全方位监督。我说一个演戏上的问题哈，你应该在男生伸了手之后再把手放在他的手上，有点流程化。唱歌练了吗？舞蹈练了吗？经常练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，但是今天让我有点失望。声乐指导鞭辟入里，我不知道从头到尾我在听哪一首歌，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的。一开始你就没在那个节奏里，音准、节奏、咬字都有不小的问题，我没办法去忽略这个问题。再现经典，传播国风之美。你这里面有黄梅戏，它有京剧的念白，因为我能听出来，唱的话呢就把它唱精了。青城山下白素贞，叫声声隐藏带笑颜，不是自己瞎念的。本周五晚八点，小红书国风美少年国风大秀等你揭幕。最终被淘汰的两位选手将会是爱奇艺悦享品质。